嗨，今天就是带大家来看这个 Christmas Wonderland 的东西。Due to 这个 COVID-19，所以很多相信很多马来西亚人都不能回到马来西亚去庆祝这个 Christmas，right？So 今天我就自己一个人跑来这个 Christmas Wonderland。等一下应该会看到很多情侣呀，或者是一家人 or something 这种的，就一起会在这个 Christmas Wonderland。但是不用紧，你们并不孤单，因为我思思会陪你们。OK，好，现在很幸运的，今天我是真的是在原本在 online 的时候呢看不到，已经那个 ticket 已经是卖完了，所以我就刚好在这边附近，我就凑巧来看一下这个 counter 有没有开，然后顺便问一下。那你知道，就真的是6点半来的时候，他跟我说还有一个 slot，所以就叫我马上在那一个那个网上那边订，所以我就，你们今天有福啦，我也有福啦。我这届是订到了一个8点半的 slot，所以我们等下就进去了，等下见，拜。